拼多多122大促，红包雨不停，人人都能领。拼多多提醒您本期看点。这里是我就是风暴的现场，掀起舞蹈风暴的他们来啦。两组挑战者火力全开，却遭遇了最严厉的风暴见证官。我这一杆就是为你的实力而推。哇！刘宪华、彭昱畅，帅气十足。哇！打动我了。你们来这里干什么的？来回走走走都可以走完一个舞蹈。陈柏霖、张天爱，温暖甜蜜。请问男舞者，您的那位女搭档很重吗？嘉宾与舞者的趣味对抗，谁能笑到最后？没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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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了歪了！没有，怎么歪来倒去的？两个手，两个背。没有手，没有手，没有手，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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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小孩你不要，本文本文你生好了，本文你是对的，小孩上来上来，小孩上来上去上去，快点快点快点，全新企划剑舞如面，火热来袭，猜出这个故事到底关于什么，还有就是是属于谁的故事，好美啊。没有办法想象柏霖哥在床上踮起脚尖，他就是这样的陈柏霖。娜姐的杰哥喊起床，娜姐不起床，是什么让人现场落泪？特别想感谢的就是，怎么还有，怎么还没完啊？今晚快乐与感动并存，我就是风暴。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拼多多122大促，红包雨不停，人人都能领。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抖音 APP， 抖音记录美好生活。 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 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是马栏山最娱乐，不知道是不是顶级的舞蹈节目，我就是风暴的现场，我是你们的风暴伙伴何炅。今天在我们现场呢，会掀起一股舞蹈风暴。在这里你不跳上一曲好像就没有来过马栏山。那么首先当然为大家介绍是我们几组舞姿千奇百怪，舞艺参差不齐的风暴见证官，他们究竟是谁呢？掌声有请。欢迎他们，来，这位风暴见证官你好。我在中国舞蹈圈是有一定地位的，只要我在这个圈里，谁也休想踏进来半步。娜娜，你刚说休想踏进半步，一回头看已经三个人已经踏进来了。好，第一位是我们的娜娜。那么中间这一位，我们的佳佳要怎么样做自我介绍呢？欢迎佳佳。我跟你说，我这个造型，关键是在于腿。你看这个脚背绷得多直。你也参加了舞蹈风暴的全民绷脚背。我这一杆就是为你的实力而推。哇！接下来这一组呢，有一个非常强的阵容，有两位看起来不知道跟舞蹈有什么关系的人来组成。我们来欢迎涛涛和欣欣。
我先来吧。我想用我的热情夹杂着我的魔舞，一起来击爆舞者心中的小宇宙。好，来，欣欣。我也是没办法，我今天说不清看不清听不清，没办法，就只能跟他组成一对，就这样吧。他感冒了，欣欣重感冒啊，但是能有声儿我们已经很感动了。那各位亲爱的朋友们，马上我们的风暴鉴定官将通过他们对舞蹈的判断和风暴时刻的判断来决定是否为下面的舞者推杆。那接下来掌声欢迎我们的刘宪华、彭昱畅。谢谢是这样，风暴鉴定官，其实他们在表演过程当中如果已经打动你们就可以推杆了，可以了吗？是是，如果有人打动我就可以推是吧？对，有打动吗？不管你了，我真的是有啊。哇，那个彭昱畅，彭昱畅打动我了，打动我了。首先你们跟观众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彭昱畅。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宪华。哎，有一位风暴鉴定官非常的进入角色，就是娜娜，你看她都很严肃，看来会有一些毒舌的点评，我们来听听看。你们来这里干什么的？好可怕！你们跳的是什么？你们跳完以后，我只想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以后你们的 idol 名单上应该有舞者的名字。真的太感动了，来回走走走都可以走完一个舞蹈，这要何等强大的心！加油，下一场继续看着你们两个走。不推吗？现在我们非常兴奋，都有一种想看你们的风暴时刻的感觉。哎，流程 Q 的非常好。是这样的，风暴时刻大家知道，我们舞蹈风暴的风暴时刻是360度的，我们大本营的风暴时刻就不一样了，是平面的。好，请看他们的风暴时刻。没抓好，好棒！这张图太好 P 了，本来应该是我们两个面对面，对啊，在空中，可是他，你为什么在看后面呢？我没有在看后面，哥，这是我飞的时候。你没有在看后面，这是我飞的时候。意思就是你们两个没有飞在同一个时间节点。我们听听看佳佳哥的点评好不好？我本来呢是想把这一杆送给两位的，但看过风暴时刻以后，我又有所保留了。我的意见是保留这一杆，我觉得你们还是有进步的空间。注意你们有一些那个动作的松弛度啊，还有紧张感，对对，没到位，对吧？没有啊，你注意脚背一定要绷的，你看像铁拐李靖。好吧，我们回去一定要练，对对对对对，好，我老师我们会努力的，会努力的。但是，啊！我突然有一颗又像刘宪华了，有没有？对不起，这位老师，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觉得他们这个舞蹈整体非常的完美，就是有一个小缺点，太长了。你觉得刚才那段舞蹈在哪里结束比较好？开始。
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组，他们得到了两杆，也是不错的成绩。好，谢谢。谢谢观众，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一组，在我们湖南卫视刚刚在热播的一部大家非常喜欢的剧，叫做《鳄鱼与牙签鸟》当中，他们有非常精彩的表演。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留给我们的陈柏霖、张天。跟天爱跟大家打招呼，谢场了，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柏霖 ，Hello。大家好，我是张天爱。刚才这个舞蹈其实呢，讲的跟这个《鳄鱼与牙签鸟》你们的故事有点相像，就他们两个男女主角是从相杀到相爱的一个这个嬉笑怒骂的过程，对不对？对的，对的。那么看完这个舞蹈呢，作为专业的舞蹈老师，有一个问题要问男舞者：您的那位女搭档很重吗？完全不重，对，我刚刚手就滑了一下。这个舞是张天爱被黑得最惨的，他真的很轻的。哎，柏霖是第一次跳舞，哎，我刚才都没想到，真的是跳得很好。关键是你的他的动作很协调，除了最后两个动作。老师是这样的，最后是我错了，因为我自己的体重干扰了我。没有，所以没有人愿意为他们推杆吗？我想问一下欣欣，你看完之后感觉什么样？哎呀，说实话，我晕晕乎乎的，看不太清，就感觉时不时的俩人就靠很近，很养眼，一靠很近就想推杆，我们推吧。那是这样啊，我觉得天爱啊，真的是，哎呀，好身材。但是呢，因为就是在我这个，我还是有点犹豫。哦，为什么？因为我刚刚那个鹏鹏的那段舞姿啊，真的太打动我了，刷新了我对于舞蹈的理解。我觉得他们的投入过多啊，就带走心反而不好了，是吗？对对，我有点犹豫。那佳佳哥呢？我是觉得这样啊，有的舞蹈胜在表演跟他的技巧，但是有的舞蹈呢胜在编排跟氛围。所以，谢谢，天爱很投入，发出了尖叫，发出了尖叫。评委和那边演的都好投入，都很真诚，演的都非常真诚。嗯，对。剩下的，哎呀呀呀，太真诚了。老师，你选我吧。是啊，我干什么干什么？推杆有拥抱啊！哎，陈柏霖拥抱你。哎呀，等一下，没推杆就有拥抱啊？怎么一个的拥抱都没有了呢？完了吧。好，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用五重超质感美颜照亮你的每个 vivo S5 手机拍出的我们的风暴时刻，来看一下。哇，这个好精彩啊。陈柏霖你很不情愿。哎，没有，手滑了一下。你这表演是很重啊，就是你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没有，就滑了一下。好，非常精彩。那么我们恭喜我们第二组获得了三杆的满杆成绩，祝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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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刚才呢，我们看到这个风暴时刻呢，是我们用新出的 vivo S5 系列手机来拍摄的。五重超质感美颜，照亮你的美。它的前置摄像头就有3200万的像素，并且拥有五重超质感美颜哦，所以说拍得很美。五重超质感美颜。是的，这五重超质感美颜呢，第一呢是可以让你的肤色非常的自然跟水润，第二呢是让你的肌肤呢很有的质感。三呢是通过 AI 的技术呢，可以让你的脸型变得非常的精致。四是精致你的五官，打造这个立体感。那五呢，当然就是元气美妆，让你时时刻刻都拥有好气色。哎呀，这个美颜效果好自然呀，让我时刻拥有精致的容颜。记住，我们的 vivo S5 系列手机可以让你随手拍超质感的大片。而且你看这个背面，现在你看这个配色，冰岛恋歌是我们的冰岛恋歌的配色，让人感觉到像是在冰岛看极光的那种唯美中带着幸福的颜色，非常的好看。来吧，捕捉我们五个人的来风暴时刻吧，让我们一起用五重超质感的 vivo S5 手机一起来拍张照吧。来，快乐家族，大家好，我们是快乐家族。好，感谢呢，刚才我们的四位舞者呢，用他们非常有风格的舞蹈来为我们开启了今天的舞蹈风暴。大家知道，现在湖南卫视这个舞蹈风暴节目呢，很受到观众们的喜爱，也好像重新让大家定义了舞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地邀请了很多这当中大家喜欢的舞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时呢，为了响应国家提出的消费扶贫的理念，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联合芒果 V 基金启动“过个好年”助农扶贫的公益行动，希望大家购买来自偏远贫困地区的农产品，来帮助他们增收脱贫。那么接下来要介绍一组嘉宾，就是真正引起舞蹈风暴的人，掌声欢迎他们出场。是辽宁芭蕾舞团的首席敖定文和王占峰，现在是我们大家最爱的刘佳老师。
下来是郝若琴。是我们王老师。人间真实无苦寂寥无沈园，现在所有的舞者都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中间，舞者每个人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好有劲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贾浩月。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艾玛迪。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两个是在国际拉丁舞界有奥林匹克之称的黑池这个比赛当中21岁组的世界冠军，也是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亚洲人可以拿到这个名次。非常的厉害。好，下面到我们的刘佳老师。大家好，我是刘佳。
哲嘉在刚才的亮相舞当中呢，用到了一个拐杖。那么事实上也是因为前段时间在工作的时候那个韧带拉伤，所以他现在这个腿是不能动的。但是呢，就借助目前自己的身体状况，他还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感人的表演。娜娜刚才看到你跳舞都哭了。是的，因为我听何老师知道你的韧带拉伤了嘛，为他揪心，特别特别疼一样的感觉。我再跟你介绍一个他的病友好不好？是李翔老师。怎么了你们？你的腰不都是这么长的吗？他这些腰是这样的，好，就是有一点腰椎反弓，然后压迫神经。好，李翔也用一个方法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大家好，我是李翔。厉害厉害厉害，这个好像是一个燕子一样啊，一个燕子，就是你看得那么轻，其实它需要很厉害的控制力，说蹲就蹲，说起就起，太厉害了。接下来是那个把我送上热搜的男人，哇，哭是不是？胡沈源跳哭何老师。其实我过得还可以，我就想说万千观众都哭了，为什么只点我的名？其实何老师平常也不那么爱哭的，确实是太感动了。 我平时很少哭，我大概一年哭300多次。沈源也用你的方式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没有骨头的。那也太柔软了，我的天哪！他是人间真实无骨肌瘤。无骨肌瘤。下面一个是在毕业了之后还要跑回学校，跑到男生班去偷师继续练功的郝若琪。大家好，我是郝若琪。刚才这个部分是男生班偷选的，对不对？女生跳出这种帅劲儿很厉害。郝若琪特别可爱，选搭档的时候选了很多男舞者作为他心中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没有一个男的选他，所有理由都是咱俩搭档，你托举我，我托举你。他比男舞者都要高很多的感觉，他跳的那个花木兰的那个，对不对？有神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他跳花木兰特别好，用的杰哥的音乐，当时也哭了，你记得吗？好，下面是我们的王老师王晨毅。大家好，我是王晨毅。王晨毅很年轻，但是在这个高手云集的舞蹈风暴当中，凭借他自己精致的编排，还有很有想法的舞蹈和扎实的基本功，一直往下闯。我们也给他多多加油哈。好，下面到我们的王占峰和敖定文，来自辽宁芭蕾舞团的两位首席，来。大家好，我是敖定文。大家好，我是王占峰。好，给大家介绍完去吧，我是敖定文。飞回去了。你知道吗？就是女生啊，做梦都会想穿她的那个裙子，是不是？刚才定文一出来的时候，天爱就在旁边小声说：“腿好直啊。”是，是这样。这样，鳄鱼与牙签鸟，你们模仿一下他们俩，好不好？预备，起。那个动作哪个啊？抱大腿，那个很难，那个核心很难哎。你想跳是不是？整个的肌肉的意思。谢娜、杜海涛来一个回眸。好难过，好大的脸！那我都觉得，我刚才我都觉得，我看着我的脸都哇！娜娜刚才对海涛施以援手。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请李翔再展示一个不同的回眸，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精彩啊！哇！为什么？我在这里找到一个戏精。不是，舞者其实对音乐的感受和肢体的感受特别的敏感。当他做这个回眸动作音乐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到自己在排练这个舞的时候设计的，比如说是跟亲人的告别，或者是对未来的眷恋都有可能。那么问题来了，谁将会是在这个时候出来表演这一段高超演技的人呢？娜娜。在精彩到爆，超厉害的！拼多多1212大促，红包雨不停，人人都能领。拼多多提醒您稍后看点，嘉宾与舞者的趣味对抗，谁能笑到最后？走 ，Go Go Go！ 哎呀，你们俩，这是我见过的最舒服的比赛。一个劈叉，一个头，一只脚。人弄得挺好的，你过去把人给弄倒了。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拼多多1212大促，红包雨不停，人人都能领。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抖音 APP， 抖音记录美好生活。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播出的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也欢迎大家使用微信摇一摇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赢取 vivo 提供的惊喜大礼。是的，那我们在这里还要感谢合作伙伴抖音 APP， 抖音记录美好生活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耶、yeah ！好，现在我们已经分成了两组，那么首先第一个游戏呢叫做双人杠杆拔河。双人杠杆拔河游戏规则，每轮每轮派出一人参加，两边排兵布阵，决定对战阵容。比赛开始，双人双脚相抵，相对而坐，用手中的绳子进行拔河。拔河过程中，谁的腿先弯则输。总共五轮，赢得三轮的队伍获得本关胜利。体力和柔韧度的双重对决，究竟哪队更胜一筹？我们首先双方要派出自己的第一员大将。我已经预测了你们第一位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角色。哇，你猜得好对啊，对不对？我们先看你们派的是谁好不好。来，这边你们是派出了最厉害的一个吗？是最厉害的，是不是？对，是的，是完了完了。你们没有错，我们派出的就是田忌赛马的方式，弱马彭宇。不是弱马，所以我们派出韧带超强黑池冠军贾皓月。哇，我猜错。彭宇畅要用力气，要用力量把他拉过来好不好，让他韧带没处使。只要韧带不断，不是，只要韧带不弯。好的。贾家，我的天哪。虽然你韧带很棒，但是我们在你还没有用韧带的时候就用力量把你拉到飞起。我跟你说，他就算拉到飞起，只要我们腿是直的，还是我们没有输。小佳要对陈柏霖，柏霖哥说什么？柏霖哥，我这腿粗不是盖的。好，柏霖哥要对贾皓月说什么？我不会手下留情了。哇，这应该是女生。又卖萌了，别卖萌。好。来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表情都表情，柏霖，团队之战，加油啊！准备，小心啊！预备，拉
起来把开车，开车，开车，我们把它拉飞起。哇，好坚实啊！哎，那个画面呀，绳子丢了怎么办？要起来了，要飞起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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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来，你好，别放弃。你好，一，一，一，这腿也没弯哎。好，是这样，是这样，这个呢，两个人腿都没有弯。但是呢，因为那个贾樟没有办法留住手上这个拔河绳，所以呢，我们这一关呢，先算是柏林哥获胜了。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要给柏林哥掌声。好了，我们第一轮成功了，我们来看第二轮我们是怎么胜利的呢？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双方派出此刻的是谁呢？唐玉畅对阵的是。王晨毅，来，耶！好，来，各位做好准备，好，来准备啦，三、二、一，走 ！Go go go！ 干嘛呀？你们两个，一走 ！Go go go！ 干嘛呀？你们两个，什么鬼？什么鬼？感觉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在拉呀？居然用我彩排，你们很舒服啊！这是我见过的最舒服的比赛了。抓他，抓他，拉，对。鹏鹏，千万别弯，千万别弯。对。别结束，别结束。躺下了，用你的脚趾，用你的脚趾推他。王晨毅弯了，没有弯，他绝对弯了。王晨毅弯了，不可能，王晨毅弯了。没有没有没有。用你的脚趾。好 ，OK OK OK， 好，一比一。陈毅刚才腿微抖了一下，他非常有游戏精神的说：“我这边动了。”十九的比赛当中，最后呢，双方有了一个结果，现在大比分是一比一。哎呀，没有想到王晨毅爆冷输给了。爆冷。好，接下来我们下一组要派的是，我们来揭晓好不好？好。三二一，胡沈源对郝若琴。这两个非常柔软的朋友，我们将要改换成这个拉杆来进行比赛。哎，他的脚比我大那么多吗？双方都有一个那个其实劣势啊，就是若琪的问题是在于他腿特别长，腿长手长其实容易弯，对不对？那胡老师有一个弱点，就是他浑身是软的，所以呢他就很一拉就揉的，就有可能就会弯的，对，这个会撕破，撕破。现在双方到了一个赛点，双方一比一平。那么这一轮的比赛到底谁能赢呢？准备备，预备，开始。开车，开车！哇哇！没弯，没弯，不是，没弯。我们应不应该阻止他们？没有，这是什么情况？应不应该阻止他们？还没弯，过来了，要过来了。
平，好不好？双方打平，好不好？来，掌声给你们两位，双方打平。太厉害了！哇！现在双方打平，我们场上局面就是没有人能够加分。我们来看下一组，现在都是平分哎。我们派出张艾玛迪对王占峰，好精彩啊！好精彩！来，准备。往黑的。王占峰和张艾玛迪比赛，看热，看热。这都好有劲儿啊！天哪，我的天哪！哎呀，微微的颤抖，微微的震动。看一下，看一下，刚才那一瞬间失手那一瞬间，略有我看到了，但是因为是我这边的，所以我不说我看到了是谁弯了。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没有啊，我们看一下。爆时刻，就最后松的那一瞬间。哎，啊，弯了一下，看到，是，马蹄稍微弯了一下，因为他是受力的，施力的那个过程当中。好，来这一分由你们获得。来，马蹄也表现非常好，辛苦，好，太不容易了。我们来看，最后是刘宪华，我们派出的是定文，赢了，加油，赢了，赢了，赢了，老华哥，我觉得我们赢了，我觉得我们赢了。全程盖上，你也看不出弯了。对方的这个策略我们可以接受吗？他妈把腿完全盖上了。我也要盖一下啊！快点盖一下啊，鹏鹏。没有了啦。鹏鹏，你拖的也太慢了。不需要吧？我也要盖一下。鹏鹏，你到底是想不想拖呀，鹏鹏？你这衣服真的太难脱了。这衣服。那么随便的盖完就出来了，快点。好，来，膝盖露出来啊，膝盖要露出来。好，来，准备，来，够不到，我帮你来，够不到，哦，好硬，好 OK 啊，太硬了吧，哎，不行。你让我们这个太辛苦了，都已经递到他的腰板是直的耶，这是没办法啊，比赛没办法，这个比赛没办法进行，两双方队伍根本拉不到杆儿。敖定文被穿上了一件高级定制的时装，鹏鹏的衣服又没有摘吊牌，鹏鹏又是借的，鹏鹏，怪不得鹏鹏在那儿那个。没弄出来，一直把那个商标往里塞呢。怎样？你应该也买得起的。来，准备啊，来，加油，预备。对啊。好，预备，开始，开始。哇！哇！啊！啊！没有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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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弯。小心小心，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好，没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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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弯，滑弯了，没弯，没弯，翻船了。但是棍子被我们抢到了。第二轮，第二轮，他们怎么歪来倒去的？走，主要是不知道他们是往哪倒，你知道吗？没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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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你说这把是左边还是右边？发力了，发力了！完了完了！好了好了好了，我宣布平局，好不好？好。哦，那就我们赢了耶。啊，对，你们因为中间两次平局，然后你们赢了
你们赢了两次，我们赢了一次，所以呢，祝贺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是这边的队伍获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我们马上进入到下面的比拼。舞蹈版风暴时刻，游戏规则：每组派出6个人参加，其中1人做指挥，另外5人参与比拼。游戏中可换人参与游戏，由对手给出动作指令，动作保持3秒算成功，完成后用时短的队伍获胜。一起来看看2队究竟完成的如何吧。好，首先蓝队先来，请你们派出6个人。我们就是1楼这一排，那就我们前面这6个了。计时开始，两个手两个背，两个背，然后2个手。那脚不行，在下面对不对？对，一个脚都不能有。男生在下面比较好一点。我觉得男生躺着。哦。哇，他们好整齐啊！来，撑着，两个手，厉害！没有手！哎，对！没有手，干！文文，你是对的，可以用一只手撑啊，撑好，2个手2个背啊，上去，小爱跟刚刚一样就好了，2个手2个背，对，1个手，哎，对，小爱跟刚刚一样就好了，小爱上来，上去。嗯，快点，1、2、3，走。你就像刚才一样，手上去。再一只手。等一下，3秒，三，过了，2、1，好，完成。Okay.一个劈叉一个头一只脚，这个有点难哦。一个劈叉先，谁劈叉？好，劈叉，然后什么？一个头一只脚。You what?一只脚，来上去，也就是战风单脚，然后小爱跟陈毅都得挂在他身上。You what? 来，上去，好。来，陈毅也得上去，3秒啊，抓紧时间，上面有个人是倒着的，来，陈毅抓紧，郝若琪先倒吊着的。快点，小心啊！安全第一。这不行。停！郝若琪，缓一缓。换一个男生劈叉。换一个男生劈叉。一个男的劈叉，然后，对。然后一个头。一个，我想一下。好难啊。我知道了，就你的头，可以吗？好，上去，好，来，都要在他身上吗？来，你抱起两个女孩子，一只脚，
直叫，一直叫。3、2、1，有！过过过！请注意，一只膝盖，五只手。一只膝盖，五只手。一只膝盖，首先给膝盖，先给膝盖，先给个支点。对，其他的抬着，抬着它，牵着它的手，手牵手。手牵手。You what？ 我是一个膝盖跪的。一个膝盖跪的。你是哪个队的？哦，倒立倒立倒立，两个人倒立，聪明聪明聪明，好，来，对，再来，聪明，摆手，来，王成毅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每一个人一只手，起来，三，二，多一只手，多一只手，多一只手，五只手，五只手，手一只一只起来一下就好。成毅，你把膝盖抬起来一下，我真的是两个膝盖。好，三、二、一，有了。好，过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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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队花了5分29秒，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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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太棒。不容易，不容易。现在红队请上场。好了，红队，请做好准备。刘佳老师指挥，对不对？听好了，计时开始。两只手，两只脚。两只手，两只脚。手撑起来，抱起来，抱起来，都骑上去吧。好，好，好 ，OK， 再来一个。可以，可以，抱起来就可以。你把坐五个人吗？不可能吧，坐五个人不行。全上去啊！再拍一个，大华哥。哦，对对对对对，用一只手一只脚，这样可以可以可以。大华上去。来来，知道，准备。单手单脚啊，单手单脚啊。上上上，人上去。好，准备。抬手，抬抬抬。单手单脚，准备。听好了。3、3、2、1 okay, 没有完成，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快快快快，再来一次，手脚都多，手要起来，两只手两只脚啊，脚不能在地上，对，来来来来，可以可以可以，来准备，脚要离地啊，两只手两只脚，鹏鹏是脚不是膝盖，只能是脚，鹏鹏抬起来。沈源的脚要离地，你有两只手，两只脚，三、二、一，好，完成，下一个，一只脚，九只手，一只脚，九只手，一个人搭起来，搭起来，圆圈，圆圈，圆圈。一个人搭起来，搭起来，圆圈，圆圈，圆圈，搭起来，圆圈，圆圈，圆圈。先搭起来，先双脚搭起来，不着急。搭起来。好，这边，大华哥。哦。一只脚，抬手，一只脚。哈哈哈哈哈哈！宝宝，稍等啊。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的。一、二、三、三。OK。一个劈叉，两只脚，一只手。一个劈叉，一个劈叉。劈叉，劈叉。一个劈叉，一个劈叉。
两只脚，两只脚。小心，不行，不行，就会断的。两只脚，大华哥，大华哥，抵住。这样他会踩伤的。小心！一个劈叉上面站了五只鸟儿。OK。一个劈叉，两只脚，两只脚，留两只脚落地。背他，背起来。两只脚，你背他，你抱他。对，一只手，对，一只手。可以，上去，要上去。你单腿，两都是单腿，你俩单腿站不就行了？抬起脚，准备三。二一，好，完成，辛苦了。蓝队刚才时间5分29秒，红队最后时间4分40秒，祝贺红队获胜。提醒您稍后看点，全新企划剑舞如面，火热来袭。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他有一个小小的疏忽，却成为了他久久不能忘怀的心事。爸爸雪中送炭的故事，就是吴昕小的时候是东北的，出去太冷了，然后发现那个钥匙没带，然后他爸说吴昕呐，你快点，钥匙没拿。最后他爸说，哎，这孩子不省心呐。我知道是亨瑞，然后因为亨瑞有一个妹妹，然后每天早上亨瑞都会帮妹妹装书包，亨瑞熬夜玩游戏，然后第二天没有帮妹妹装好书包，妹妹就是出门有了这样的遗憾。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1212大促，红包雨不停，人人都能领。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抖音 APP， 抖音记录美好生活。 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 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各位来到由 vivo 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各位，你们听说了吗？今天起到12月12号呢，全国将迎来持续性的降雨。真的吗？那我得赶紧买个烘干机啊。我说的呢是拼多多的双12红包雨。哇哦！那现在呢，打开拼多多 APP， 点击首页双12入口就有红包雨，抽抽手机就有机会拿到1212元无门槛券。而且每天都有，持续整整一个星期哦。现在赶紧打开拼多多领红包啦。欢迎来到由快乐大本营和拼多多为您联合打造的我们拼啦，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拼多多1212大促，红包雨不停，人人都能领。那我们大家知道呢，舞蹈是可以看得懂故事的音乐，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叫做剑舞如面。赛制是这样的，我们呢每一边，大家看到中间有条红线，分成不同的组，每一组会拿出两个故事，请自己的成员来演绎，对方组的就要猜出这个故事到底关于什么，还有就是是属于谁的故事，好不好？我们欢迎我们的主持人李浩飞，欢迎浩飞。那第一个故事来自哪边呢？第一个故事就是在面前的这个卧室，每天呢都会在这个卧室里上演，所以我们的主人公在每天面临这样的难题时，又是怎样的状况百出呢？定文和战风那就是那边的故事。Draw one.
Waiter, waiter, percolator. I love coffee, I love tea, I love the Java, Javanin loves me. Coffee and tea and the Java and me. A cup,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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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p. I love coffee, I love tea, I love the Java, Javanin loves me. Coffee and tea and the Java and me. A cup, a cup, a cup, a cup. Boy. 掌声谢谢欧弟文，谢谢王占峰。哇哇哇，好美啊，好厉害、啊、刘佳，你觉得这个舞蹈它应该是关于什么的？我觉得应该关于我们每个人早上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赖床，起床困难户。对，然后还会伴随着一点起床气。对，当工作来临的时候，我们不得已要起床的时候，我们又不想起床，一天的这个身体的疲惫。那我能问一下吗？就是在舞蹈当中，如果出现这种，比如说有个男生来叫他起床，这说明他是一定有伴侣，还是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他自己？我觉得刚刚看这两个人的关系的话，应该是两个人。何老师另一个自己是异性。我觉得郝若琪的身体里一定有一个异性。那他女生演的就代表这主人公是个女的吗？我觉得不一定哎，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因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只能是娜娜的故事了。Henry 你觉得呢？有可能是一起床就想跳舞。所见即所得是吧，没有那些什么有的没的。我觉得这个故事最大提示应该就是有两个人。我真的是觉得有两个人。鹏鹏你觉得会是谁？应该不是我。对面的故事。娜姐的。娜姐的。杰哥喊起床，娜姐不起床。我觉得不是娜娜，因为娜娜现在因为有了宝宝之后她起很早，而且她很好像起床没有问题，她超级早，而且她睡得也很早，就是因为要早起要陪宝宝。然后海涛也是早起，因为她睡不着。等会儿咋这么睡不着？到年龄了是不是？张天啊，对，哎对，何老师说的对，是因为跳舞很美吗？是的是的，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柏林哥在床上踮起脚尖，然后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女生。他就是这样的陈柏霖。那也可能是若琪啊。这么娇嗔啊，也可能是若琪啊。我们更觉得这个故事应该是来自于我们舞者之外的人，因为是由舞者来演绎他们的故事。对，不像是舞者。那到底是我还是娜姐呢？张天，好，确定了，确定了，确定好了。好，我们来那个，那这个赖床的人会是谁呢？恭喜你们答对了，是张天赖。对了对了对了，你们好厉害，真的是我，真的是我。大概的故事跟我们讲一讲。我起床之后的20分钟是完全醒不过来的，身体起了，意识还没醒。意识还没醒，就是如果特别早拍戏的话，我第一场戏都是走路容易撞到道具那一种。然后就我的工作人员在剧组每天都陪着我，有时候我们就会比如拍戏到一两点才回来，然后通告可能5-6点钟就要起床，我就很难。有一天真的是看我已经实在起不来了，后来他就想到我的冰箱里放了我平时很爱护肤的那个保湿喷雾，它特别冰。当再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他就拿着喷雾，哇，我瞬间激醒。对，我瞬间激醒，因为太冰了。然后有一次特别逗的是，那天他喷完我之后，就是我们刚好去拍农村题材的戏，然后有一些农民拿着那个撒农药的那个东西，然后助理跑过去说：“爷爷，你这个东西卖吗？”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舞者，我觉得跳得特别美，超美的。对，我想以后有机会把这段学下来。嗯，以后赖床也是美美的，对不对？对对对。好，谢谢。那接下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第二个故事是来自何老师队伍里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大家需要回到自己的小时候。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他有一个小小的疏忽，却成为了他久久不能忘怀的心事。所以故事从这里就要开始了。
棒好棒。你们先猜一猜这是什么故事，然后猜是谁的。我觉得他们像父子，或者是跟外公爷爷什么这样的故事。因为看女生的服装是学生服，然后包括结束的时候男生的动作好像就是表现了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嗯，爸爸雪中送炭的故事。女生是不是我觉得是不是星星呀？不是是吗？你紧张什么？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我都没看懂在跳啥。没有，不知道是男生的遗憾还是女生的遗憾。就是吴昕，吴昕小的时候是东北的，出去太冷了，然后发现那个钥匙没带，忘了带钥匙。然后他爸说：“吴昕呐，你快点，钥匙没拿。”然后给了他，然后他说：“爸真好。”然后最后他爸说：“哎，这孩子不省心呐。”你看，整个的鬼才太明不见得女生扮演的就是女生啊。吴昕了，是你没错了，吴昕。确定了吗？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又很像大华呢。哎，大华有可能就是大雪纷飞，然后他出去钥匙没拿，然后他过去了，然后他爸给了，然后给完之后他爸说：“哎，孩子不省心呢。”好了，我觉得星星了，我觉得是星星了。我知道是亨瑞，然后因为亨瑞有一个妹妹，然后每天早上亨瑞都会帮妹妹装书包。亨瑞熬夜玩游戏，然后第二天没有帮妹妹装好书包，妹妹就是出门有了。你们为啥不猜我呢？好，我们接下来觉得是聊了半天，觉得是 Harry 的，请举手，一二三。好，请揭晓。告诉他们浩飞。来了。恭喜你们，答错了。这一段是何老师的经历。解释一下，解释一下。我特别真诚的说，不见得女生扮演的就是女生啊。当时小学的时候，哦，中学的时候，其实不是小学，是中学。中学的时候在湖南师大附中，有一天下大雪，路上全是冰。然后我骑自行车从家哥知道，从河东到河西，我骑了40多分钟，踉踉跄跄，终于到了学校。然后一开那个学校抽屉，发现我忘记带钥匙。我没有办法，我就打给我爸爸，因为我所有的书本都在里面，就打给我爸爸，我说爸爸，不好意思，麻烦你那个送钥匙给我。然后我就很苦恼的在那个课桌上等，我发誓不骗人，不到20分钟，我爸就那个脸热气腾腾的就出现在那个教室的玻璃窗。骑车骑了40分钟，但是爸爸20分钟。我爸爸也是骑车来，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刚刚骑过来，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用那么短的时间可以出现在我的面前，把钥匙给我。所以这个故事是我非常真切的，让我觉得爱是可以创造奇迹的一个故事。所以我刚才觉得贾佳跟马迪演绎得特别好，就是他们把那种我对父亲的爱演绎得特别好。但是我唯一有点心酸的就是马迪最后走的时候是整个人是佝偻的这样的。我想纠正一下，我爸身体真太好了，特别棒。所以这是我的故事，接下来是你们的故事了。第三个故事来自娜姐队的故事。这个故事呢，讲述的是主人公一段非常奇遇的旅程。他第一次忍饥挨饿，第一次挑战人生的极限，第一次孤独地与天地为伴。那究竟是一段怎样奇遇的故事，让他成为了这一段最难忘的回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猜到了，对，他是非洲，在非洲流浪记。哦，是海涛哥跟我说过，他还真是没吃。一定是这段，一定是。
家有什么想法吗？关于这个舞？我觉得王晨艺表现的和表演的非常的好，应该是从这个道具上来看是在沙漠地带，所以才会有仙人掌的出现。然后他表现了一个人在这个沙漠里的一段自己内心的独白，然后又没有钱，然后又没有水，又非常的饥饿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刚才其实在搬上道具之前，各位老师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提示了。对，所以我脑海里想象应该是海涛老师。理想觉得呢？我其实很肤浅，我就看到陈毅做了一个很恶的动作，我脑子里瞬间就想到海涛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我没想到平时啊，在大家心目中就是这样的印象。对，鹏鹏同意吗？因为海涛哥有一次我们录一个节目嘛，海涛哥说他去非洲吃过土，然后非洲的土是可以吃的。然后不是有的，然后我还用那个树杈，因为没有牙刷，把那个树杈掰下来，然后刷牙，然后专门有那种木薯，就像红薯一样的。哎，怎么说这？对，但不是海涛，不是海涛，是别人的经历。天伟，你觉得呢？我想问，这里谁喜欢拍照？陈柏霖，必须是陈柏霖，因为别忘了，海涛虽然去吃土，什么用牙刷，用那个树枝刷牙，他不是一个人。柏霖参加《花儿与少年》抽了一个签儿，是他自己一个人要去走一队，然后很后面才能跟别人会合。那段经历里面，他有走到非洲吗？就是啊，那段经历里面，他是就刚才所有情节都能复合上。那么我们就来投票，觉得是海涛的举手。说半天，哎，真正支持我的时候吗？说半天什么海涛在地上捡吃的呀，什么什么，完了也该投票也不给人家一。我都有一种爱的那种鼓励，关键支持我的人呢？觉得是柏霖哥的，请举手。哇，他一定是拍戏的时候。我们觉得是陈柏霖。这个故事，他是不是柏霖哥的呢？恭喜何老师又答对了。厉害厉害厉害！啊，我们申请让何老师退出他们那个队，不公平！我保证，我保证下一题我不猜了，好不好？下一题因为是你，先听柏霖讲一讲这个故事，好不好？好。其实就是大家应该都有看《花儿与少年》，是。然后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对我最冲击的就是一个，就是这个事情，就独自流浪的事情。然后刚刚通过他的演绎，我觉得又重回了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要节省资金啊，饿肚子啊，不过又重新的找到，哇，一片荒芜，却可是什么又都有了，然后就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他表现得非常好，对，所以他们才那么容易的猜到答案这样子，好，谢谢，真的没想到柏霖哥这么帅也会饿肚子，所以你们不能怪我们会猜，你们应该怪王晨艺跳得太嗨，跳太好了，跳太好了。哇，我好喜欢这个单元。你喜欢是因为你们一直猜对，我们不是很喜欢这个。最后一个故事是来自何老师队伍里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呢，他非常幸运地遇到了人生中的良师益友。对他来说，这位好友不仅是他人生途中的灯塔，更是他心情低落难过时可以尽情倾诉的树洞，还是他心情不好迷茫孤独时可以一直陪在身边最坚实的依靠。来看一下，thank you.
谢谢，来，谢谢李想，谢谢胡沈源。好了，我们猜出来了。猜出来了吗？是彭昱畅。我也觉得是彭彭。然后另外一个肯定是何老师。就是一个人帮助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就指引他的故事，对吧？我也有朋友啊。好了好了 ，Harry 不是你了。觉得彭彭更需要照顾。对。我也需要照顾啊。也可能是我呀，何老师也照顾我呀。是以彭昱畅为代表的你们这一群人。等一下，彭昱畅是你们当中的典型，所以我们跳的是他的故事，可以吗？不见得里面有我，是不是？大华跟他爸呀，他认识了，你别忘了，他认识了他生命当中一个人，你认识，你出生你就认识的，你爸爸认识了，你跟你爸爸哪里认识？网上认识。我现在想去沙漠里走一走。我觉得是彭彭和何老师。确定了哈，确定了，天爱也同意啊。我们不改了这个决定，就是不改了，不改了，不改不改，是彭昱畅的故事。好，那第四个故事的主人公他的名字是彭昱畅、yeah! 这个是应该是16年第一次在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那时候第一次太子妃节目组咱们过去了，然后后台其实第一次见到何老师和佳爷啊、娜姐啊、海涛哥、欣姐，那是第一次。直到开始录向往的时候，那是第一次跟何老师合作，就是3年了。然后其实真的这一路走过来，很感谢大家对我帮助。没怎么的，对。然后其中特别想感谢的就是何老师，对，因为有的时候嘛。因为我们从新人过来，何老师一直对我们就是非常包容。你像我有的时候总归会遇到心里很过不去的东西，对，然后就会啪一下打电话给何老师，我说何老师你在不在忙，一个电话过去，何老师说你没事，然后就讲完之后，何老师就会告诉我其实我应该去怎么去做，去怎么。所以真的，因为其实每年也有会说，但是今天这么正式一个场合，真的还是第一次，所以真的，不只是我，还有每一个被何老师帮助，真的谢谢何老师。对，我很开心可以遇到你，对，谢谢大家。哦，对，谢谢你。不只是我，还有很多人其实也录了，也录了视频。还有这个环节，谢谢何老师。对，什么视频？看着何老师的节目长大的，就是从小到大看到大嘛。因为我是从小看《快乐大本营》长大的，我是超级喜欢何老师。遥不可及的大明星，怎么着都不会变老的感觉。能给一张签名照吗？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就特别好，特别好。很随和，带给我们如沐春风般的温暖。每次我在旁边闹的时候，何老师都在偷偷的笑，我就觉得像一个大哥哥一样。他给我感觉就像月亮一样，就是很温柔，会帮助你去解答你的困惑，月光照亮黑夜的那种感觉。何老师对我们舞者真的是很了解。每一个人的舞蹈他都是非常专注的去看，就聊起舞蹈的时候他一点都不陌生。就我们跳的东西或者是我们编出来的东西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接受，但是在这个节目里面遇到了你之后，你说了一句就是理解与懂得之美，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他对每一个选手的背景他可能都已经了如指掌，所以他在看到我那个鬼脸的时候，他能够瞬间理解到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在那一刻他好像真的可以读懂每一个选手。何老师，谢谢你在节目中对我的关爱，我希望你能单独给我更多的关爱，那就是帮助我夺冠。我知道何老师工作很忙而且非常辛苦，注意到你长溃疡，我希望平时那么辛苦的工作之余也要照顾好自己。是因为你
我觉得我才来到这个节目有了一定的自信，因为你问过我说你来到这个节目是想干什么，我说我一定要来这儿证明自己，成为一匹黑马，就是你让我相信我自己可以。谢谢何老师，希望您以后能够把我们所有的选手当成您的朋友您的家人，从我们舞蹈风暴这个节目认识了您以后，您就永远是我们的家人。很爱你，然后也会一直爱你下去。何老师，谢谢你。何老师，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何老师，谢谢你。我们爱你，我们爱你，我爱你，我们爱你。何老师，爱你，我们爱你。今天将为何老师颁出终身成就奖的，真的，我谢谢，真的，我记得我看那个，怎么还有，怎么还没完啊？可以。算你信得过的朋友吗？不用，真的不用。分享些不错的风景，也陪你细数小伤疤。生活的考题啊，只要你用心书写，答案都无可厚非。是我记得我在那个朋友圈发过一篇。就是因为我看他们的节目《舞蹈风暴》，我非常非常感动。但是呢，我发了一个何老师的照片，我说，是你让那个紧张的后台变成一个温暖的房间，只有你能够做得到。所以我觉得何老师的温暖，让所有的选手更加放松，更加坦然去面对比赛。我必须说，我刚才拥抱大家的时候，我特别荣耀。然后我也不知道节目会有这个安排啊，但是其实我不是一个。应该被感谢的人，我是应该是大家嫉妒的人，因为我特别幸运，我成为中国现在拥有最多顶尖舞者的朋友的一个主持人，他们是我的生命当中的财富。刚才柏林哥下来，中间我们休息那个喝水，然后这边布置舞台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今天录得好喜欢今天节目，就是这是我每天录快乐大饼的感受，也是我每天录舞蹈风暴的感受，就是他们因为真的太优秀了，而且太纯粹了，而且太努力了，所以我以拥有他们这些朋友而感到骄傲，我永远是你们的风暴伙伴。好了，你们要继续比赛，继续加油，然后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舞蹈风暴，也要关注他们以后的所有的舞剧，他们的表演，同时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湖南卫视正在热播的鳄鱼与牙签鸟。好了啊，真的很感动，也谢谢所有刚才在短片当中出现的我们的舞者们，谢谢大家，谢谢。今天的过个好年，我们想全国的朋友了解和品尝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优质的羊肉，帮助牧民们呢把这些羊肉卖出去，让他们可以过个好年。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获得更多的信息。如果你想成为芒果 V 基金的志愿者，一起去到过个好年助农扶贫活动现场，可以下载快乐粉丝会 APP 来报名参加。脱贫攻坚的路上有我们的一份力量。本期过个好年来到国家级贫困县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这里是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地广人稀，当地60%的居民以放牧养羊为生，因气候适宜，地理环境优越，当地所产的羊肉色泽鲜美，口感细嫩，高蛋白，低脂肪。马上就要过年了，羊是我们家唯一的经济来源，我身后还有这么多的羊没有卖，希望大家呢能够吃到我们家更好原生态的羊肉，也让我们能够过个好年。天寒地冻之时，无论你身处何方，来一锅热气腾腾的羊肉，温暖整个冬天。小小的善举，让牧民们一起过个好年。拼多多1212大促，红包雨不停，人人都能领。拼多多提醒您下期看点。下周六马栏山不上班公司新晋见习生刘涛、林心如、吴磊、张焕、马天宇、陈翔，看亲子探秘职场生存途径。老板跟我想象中怎么回事，笑眯眯的看着我不对，他不是这样的大
哇，刘涛真的很拼哎！根据梦话推断出最有可能从事的职业。什么呀？汉哥把我说梦话说醒了。汉哥是秦蓉姐，那个你把这个事儿安排了。以下几个加班福利，你更愿意接受哪个？你如果不加班到十一点，你就坐高铁就回家了，对不对？高铁，这回老家呀，回老家太远了，真的。暖心企划，痛快剧场，面临不同职场困境，他们的反转让你痛快了吗？我要辞职，让我进去。辞职你还进去干啥呀？我要辞职，要辞也是我辞啊，你养我啊，怎么我养你呢？因为你要走，所以我也要辞职。180平，全套婴幼儿设备，你可以带着你的孩子来上班。以后我就是您孩子的月嫂。我支持你继续工作，你要有你的生活，我爱你。团建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游戏，你以为的团建应该要多个人，调整调整，三打四，跳，一二三四。但实际的团建其实是这样。过年喽！汉哥你怎么了？等一下，汉哥被杜海涛误伤。走。是这样的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以上就是今天 VIVO 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是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百雀羚三生花精油香氛洗发露精油润发持久留香，以及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请大家多多支持周五的8:10嗨唱站起来，和周六的大本营之后的舞蹈风暴。而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更要看快乐大本营。今天就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